行政长官以及台北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呢，能够来到台北的这个灯会的最后一天，当然也希望今天呢这个表演呢，能够画下一个美丽的句点，也让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开心的夜晚。那接下来要带来的下一首歌曲呢，是一首国语歌曲，那它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，希望待会大家会唱的人跟我一起唱好吗？谢谢。这首歌叫做《没那么简单》，谢谢。这首歌会唱吗？然后唱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最开心，这里。